你若有一天你要坐客运车要去整眉，你若讲要整眉，伊若问你整眉吗？你若讲对，伊若叫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举到胸前，跟他一起擦玻璃。啊，千万别跌啦！凤梨大小黄去景美被要求擦玻璃，送白云娘说会蹦蹦蹦洞房曲一定速吸。白云哦，白云哥哦，你跟咱这个小慧姐安尼呢，穿甲安尼规个台湾安尼呢，沸沸扬扬呢，轰动台湾呢，规个当作恁两个要结婚安尼，要洞房安尼。我是魂断国境之男。好久不见的凤梨叔叔，26号终于开直播啦！就这么刚好，白云哥安慰有情人该怎么终成眷属，百年好合，问叔叔就对了。你招伊去领导，哦，啊，若要知会夹无，你就去搜寻 YouTube 搜寻黑眼豆豆。你若真正有意思，要甲小慧姐安尼落去啦，真正就是迄落啊啦，爱蹦蹦蹦啊啦，我来你教，这招屡试不爽啊 ，OK 啦，一定输死的啦，两个招招的心连心，手牵手，两面就牵你变数咧，优秀手，哦，先来你祝福啊，早生贵子，哦，琴瑟和鸣啊，哦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我咧安排新郎啊，在队内底啊。跳山车十一队啦，我袂爱好笑啊。叔叔，敢会晓跳擦玻璃？迄天啦，阮司机啦，叫伊去顺风甲水啦，我甲我的秘书啦、甲欧啦，两个人坐迄客运车啦。伊讲啊，请问你要去哪里？我说迄个问讲迄个麻烦姐，我要去迄个景美啦。司机又问我说景美吗？我讲对，景美。然后司机怎啊打恁爸应讲？那现在跟我一起举起你的右手，把你的右手举到胸前，跟我一起擦玻璃。啊，千万别跌啦！会好玩吗？啊，下次跟司机一起摸头吧。一起摸头。摸头，摸头。摸头今麦小人家拢都做前卫的啦。完啦完啦完啦 ，barbecue 啦，真的 barbecue 啦，真的完的啦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变这样？真的 barbecue 啦 ，barbecue 啦。叔叔嘴巴好大，叔叔不是只有嘴巴很大，哦。叔叔的阳具也很大，握不住的他啦，就是我本人啦。你别，